格鲁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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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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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 udas pipi pipi udasi,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Thank you.
有一胜。来，其实都没分的，我选到，选到石头多少分？老师姐，老师边。第三次的比赛，老师是否要下场呢？老师要下场吗？不要，老师下场。我去你还是这边了。大光亮门的水楼江的森林梯给那亚巴大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五大师，举旗子了，你就知道谁了。第二名是七年二班游慧君，听到名字就上来领奖喽。请九年级拔河同学到操场捡路。听到名字请上台领奖。好，我们的八年一班最后一棒是
们的。平和国中参加铅球比赛，记得拔河就是往后躺。我们来看一下，是由卡比兽带领的801班，还是802班？由英文老师带领的802班，是哪一班最厉害呢？81加油，82加油，81加油，82加油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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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使出你们吃奶的力气！是由我们的801班获得第一局的优胜，接下来我们来换场地，来请换边。好，现在要颁发八年级。唐老师所带领的好一，唐老师很不公平的说，李以阳一个底，他们班六个，所以他们班才会输。唐老师，他们班才会赢。好，不对啊，那你们班加油！接下来颁发八年级女子组100公尺的，知道名字的同学请上台领奖。第三名801班陈柔君同学，第二名801班林玉梅同学，第一名802班林婉婷同学，念到名字请上台领奖。天命，哦哦、你不是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我的是 BB。
再来黑老录音。看这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宇浩。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啊。好，谢谢哈。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就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母语发展的比较，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学一起来看9年级比赛，8年级不要跑，8年级。一起来看一下我们9年级的比赛。8年级不要跑，不要跑。好，我们902班最后一半是我们的博弈。未来一年毕业的小美女、小帅哥们，也会来为大家来加油。俊泽，你可爱的、优秀的姐姐，那小燕燕，找不到你优秀的姐姐是吗？找不到，她特别来看你哦。好的，要颁发8年级男子组100公尺的比赛，念到名字请上台。第3名是8年2班林瑞哲同学，第2名是8年1班许博恩同学，第1名8年2班张浩伦同学，念到名字请上台领奖。看好，我们看是901班还是902班呢？加油！加油！加油！谁接他二头肌？哎，不要开玩笑！静怡怎么了？你还好吗？一二三
谱的一定要马上抢哦。注意八号，休息一分钟，小心手腕，千万不要把绳子绕在你的手腕上，很容易。休息一分钟，也要不要喊一下精神口号？902，精神口号，一起为彼此加油一下。902加油！901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休息一分钟，在休息的时候，可以有要报名参加比赛的，可以找正权老师简录。社区组的，社区组有没有12个人了吗？有优秀的那个去年毕业的雨嫣、心仪、一凡、美嘉。还有玉香，家长们也想要参加比赛的，也可以一同来跟大家来乐趣一下。对，先在最前面。来，底下的家长们。好，我们社区组，我们的毕业生的优秀校友，一回来大家都变漂亮变帅啊。好，我们二头肌帅哥，等一下一起加入哦。没那么重要。停车！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道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流呼吸不能安啦，一大碗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宿舍外，白羊几嘞？不不来一宿阿苏烟白羊几嘞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白羊的马路是个浪古人我阿萨尤苏我阿萨尤苏花束发温我阿萨尤姆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怎么都赢了？来，最强的我们的901班获得是第二班杨一杰，第二名是第一班李子瑜，第一名是二班于美丽同学，介绍名字请上台领奖。杨一杰同学。
快点，这边十个了，差两个了。哎，后面要装兵的比较小心哦。是，确实是。等一下，十个，十二个。看前面，我觉得你们都下去。真的，那可能是比较大。不一样没关系。那你已经太大只了，太大只了。不要，不要，不要。好久没拔了，看这边，哪里？来上，好，快点，快点，拔完就吃午餐了。可以走了吗？不要叫我跟那个他。好，现在场中进行了拔毫，这一组是我们的校友队跟我们的裁判组加上老师同一组。麻烦校友队团结一点，看起来怎么垂头丧气的嘞？有没有信心？可以左右吗？不行吧？张威哥跑不了。左右，哪有你用一脚？左右穿下，走。来一杯。裁判组不要抱得太用力嘿！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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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起来我们的校友队好像有一点希望啊！加油！耶！那一组要谁投的？这一组赢了。记者，大家的校友，现在你去听我的夸奖。干嘛？裁判组现在有点重看不重用。那他们有偷偷加人了。我们裁判组故意放水的，好吗？好，同学们一起喊一二三，一二三。裁判组们也裁判组都来参加奖。来，裁判组是怕你们那个打击信心，故意让给你们这些毕业生的。那给你们这些毕业生的，下一次就没有要参加的都到这边来领取。来领取领取奖品喽！希望。鸡飞狗跳，鸡怎么讲？大就那么难了。飞，拉嘎狗，好硬。跳，好棒！怎么会问这个？好，那个不是玩玩，让小朋友学单字。哦。红男绿女怎么讲？红怎么讲？嘎啦。男生。玫瑰。绿色。大色。女生。美丽。好。吴宗宪有一首歌《屋顶》，屋顶怎么讲台话？屋顶哦，拉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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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拉木。那月经怎么讲？那是血，拉木，拉木，拉木是血，拉木是那个很像，哎，有一点像，发音像，那个有点像。你不能是讲月经，说血，血是拉木，拉木，拉木跟拉木不一样。有两种，你再发音一次，拉木，屋顶，拉木。拉姆哦，拉姆，拉姆。那月经呢？瓦汉，月经是瓦汉，好，瓦汉。保险套的话，讲到太阳话，怎么可以形容这个新产品？是嘎巴，嘎巴。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嘎巴是袋子，是不是？
还是就是那个就是烧就是类似袋子啊，类似那个意思。但是它国语是叫保险杠嘛哈。那太阳话怎么翻最贴切？就是那个翻译的艺术。怎么形容会搭句？就是说哇，这形容很棒。撒入的卡巴。撒入啊，撒入乌达斯卡巴。撒入是什么？撒入是包。乌达斯是你的那个嘛？男生的器官阳具嘛。卡巴就是那个套子。撒入乌达斯卡巴。撒入啊。对，应该是。撒入。好，那那个叫乌达斯那个喽，也要讲哦。可以啊，有的看一看怎么形容都可以啊。撒入卡巴乌达斯妈妈。好，对，那个我们常吃那个热狗哈，照字面翻热怎么讲？鸡肉狗，哦，原来是香肠怎么翻？很像是熟干巴嘞。那个大肠呢 ？Yes， 熟干巴嘞 ，Yes。啊，熟干巴嘞 ，Yes， 对，熟干巴嘞 ，Yes。辣妹，很辣怎么讲？很辣，很辣哦，没辣巴嘞。那个妹妹怎么讲？所以跟那里那个谢金燕那个姐姐怎么讲？唱歌。苏燕跟那里。我们玩那个扑克牌哈，大老二要怎么翻？我包乌达斯。胸罩怎么讲？啊不，奶嘴帮我照字面翻，奶怎么讲？不，嘴巴。瓜。卫生棉要怎么讲？如果讲吸血的布要怎么讲？好像没有。大棒小大木，尿布呢？尿尿怎么讲？尿布的木，蝙蝠怎么讲？小兵。好，那个小兵人怎么讲？狐狸。假兵是蝙蝠侠可以翻假兵是狐狸吗？啊，对，可以哈。超人哈，那个超级。超人。那人怎么？狐狸。好吧，是狐狸。是狐狸是人嘛？哦。超人。乌鸦怎么讲？加工。那乌鸦嘴怎么讲？叫乌瓜。排骨怎么讲？肯尼。那鸡排呢？鸡就是鸡嘛。那大肯尼，那大肯尼哈。那个腿怎么讲？母鸡。啊？母鸡。母鸡。有一腿怎么讲？马蹄骨头母鸡。